我们看第八条。那若诸菩萨诸菩萨境界律如波揭反于别解脱比那耶中，我们前面讲波揭反比较重视法身的功德啦，世尊就是色身啊，报身，报身的功德，也就是世尊。世尊在这个别解脱，在这个波罗提木吒比那也就是律啊，调伏烦恼，比那也就是立法。世尊在这个戒律当中呢，制定了这些律法啊，将护他故，建立遮罪啊。我们呢有很多积显的戒啦、遮罪啦啊，比如说五戒当中的九戒啦啊，观看伎乐啦、非时时戒啦，这些都是避免世人的积显啊，这些是遮罪。你有受戒才有犯戒啊，没有受戒就没有犯啦，这是指遮罪。那所以自诸声闻令不造作，那我们受了戒以后，你要将护众生，避免积险，所以你要持这些戒啊，让这些诸有情类啊，未尽性者令生尽性。我们说自戒有实力啊，这个生善法啊，以尽性者令倍增长。这些呢，自戒实力呢，每一条戒呢啊，这个他有很多功德啊啊，自利利他，生善灭恶啊，令正法久住啊啊。这边讲是生善的功德，就是为信者信，以信者令增长啊。你说摄取一生，令生欢喜，令生安乐，就是让这个僧团呐 啊大众生呢生出很多功德。那个别的利益呢是生善灭恶啊，灭恶呢啊，难调则调，惭愧则安，断现在有漏，断未来有漏啊，能够这个灭恶，灭他的恶，最后令正法久住，一共有十条利益啊。这边只讲出呢这两条而已。所以我们声闻界里面啊，也都是要守这些遮罪的戒啊，菩萨一样要遵守这些遮戒。所以于中菩萨跟声闻人呢都一样，要同字同学，没有差别。所以这个遮罪呢，那第一个是护他的心啊，就是护机贤戒，让其他众生对于三宝他不失这个信心啊。啊，那第二个原因呢是，啊，遮罪呢，在声闻人来看呢，是要能够少事少业少希望住。这个后面呢，所以建立遮罪呢有两个原因呢，第一个是将护他人，就是让其他众生不要讥嫌我们佛教。第二个原因是呢，让持戒的人，因为他是声闻戒啊，所以声闻戒呢，他比较不重视利他，以自利为主。自利为主就是你要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啊，你呢啊个人的烦恼呢不要生出太多啊，所以这个是第二种原因。那现在先讲第一种原因，就是你要将护他人的心呢，那我们应该要共学啊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不共学呢，后面会讲到。第二个原因呢，遮罪就可以不共学了，有些地方不共学了。那为什么呢？看下面，何以故？以诸声闻自利为甚，善不弃舍将护他行。未令有情，未信者信，信者增长，学所学出。何况菩萨利他为甚？有时候呢，声闻人呢，他以自利为甚，他尚且啊，为了要将护别人对我们佛教的讥嫌呢，不希望他讥嫌我们佛教，
我们呢都不弃舍这些戒了，这要倒过来哈。我们为了要护人家积险的缘故，我们要持这个戒，不可以弃舍这个戒。身为人都不弃舍这个戒了啊，要让这个友情啊有信心对我们佛教了，更何况你是菩萨啊，啊菩萨为要利益友情，那生为人呢他看起来不是为了纯粹利益友情啊，他是为了自利的缘故啊，他都持这些戒了，那我们菩萨更应该持这些戒啊。所以在遮戒的范围里面呢，你如果看菩萨戒的话，你就可以了解啊，反而我们一般世俗人讲啊，啊，这个，菩萨不修边幅，大而化之，什么都可以，反而是错的。啊，这个菩萨跟声闻人这些在遮罪的范围里面，它是一样的啊。啊，你说呢？啊，九戒啊，那菩萨呢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坐。都可以啊，喝酒吃肉啦，啊，这些呢，什么唱歌啦，啊，菩萨都可以大而化之，这反而是错的，因为遮罪还是跟声闻人一样共学的，嗯，所以我们看这边呢是说你要跟声闻人共学的，菩萨戒呢跟声闻戒它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看下面。心恶与声闻不共学界，若诸菩萨安诸菩萨境界律，如波揭反于比丘托比那耶中，为令声闻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建立遮罪。我们刚才讲第二个原因，他遮罪呢让声闻人啊，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你托钵乞食啊，你要受食啊，或是这些很多，你要自己呢啊，这个不要太跟信徒来往啊，啊不要呢，这个太跟人家化缘呐，啊，你要好好安住呢。你的所缘境呢啊，打坐参禅啊，所以这个遮罪呢有些呢跟这个啊少事少业少业少希望住有相关的呢，这些戒自诸声闻令不造作，因为声闻人他要一生求果啊，这一生呢要证阿罗汉果，断生死烦恼，比丘比丘尼啊，他们呢这一生呢他发愿一定要断生死烦恼，不要再呢造这个轮回的业了，那所以他的戒相有些是相关这些的遮罪啊，衣服啦饮食啊供养啊，这些遮罪有些都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的，那这其中呢于庄菩萨与诸声闻人不应等学，这时候我们就有些地方可以开源了，哦，后面会讲出来啊。为什么可以开源呢？何以故？以诸声闻自利为甚，不顾利他，与利他中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可名为妙。因为声闻人呢，他自利呢为主啊，所以他不是以利他为主，所以如果是利他当中有一点点可以帮助众生的地方呢，啊，可是声闻人还是以自利为主的，不像菩萨有一点点可以利他的话，菩萨他就会去做了，所以他呢啊这个不是以利他为妙的了，啊，所以他利他当中呢，我们说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呢，可名为妙呢，那这个是指
菩萨利他，可是声闻人他不会，所以非诸菩萨利他为殊为圣呐、啊，非就是不相等呐、啊，啊，跟这个菩萨不相同了、啊，因为菩萨是以利他为圣，不顾自利，啊，于利他是于利他中少是少业少希望住得名为妙，这个跟这个不相等的、啊，所以菩萨可以不共学这些戒，哪些戒呢？下面就说出来了。下面呢，就讲出是大部分是声闻戒、比丘、比丘尼戒呢，这个下三篇的戒啊，第三篇的一些戒，衣服啦，啊，卧具啦，啊，这些呢等等呐、啊。啊，金银钱宝之类的，我们看，如是菩萨为利他故，从非亲离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及知识家，应求百千种种衣服。观彼有情，有利无利，随其所施，如因而受。这些呢，比丘戒呢，第三篇的呢，啊，有关这些呢，舍堕啦，第六条啦，第七条、二十七条呢，啊，这些呢，啊，化缘呢，跟居士呢，啊，不是清理你的居士呢，化缘衣服啦，或是人家要布施呢。那在声闻戒里面，它有特别的规定，不可以随便接受的。啊，你要看观察它呢，这个友情它是你的亲理还是非亲理，它是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。那现在我们菩萨呢，对这些限制呢都比较开远。他如果真心要来布施呢，随其所施啊，应如因而受，就是。你都可以接受他的衣服供养，本来声闻戒、比丘、比丘尼戒他是规定不可以随便接受的，那这边是有开源，那有些地方你可以看情况可以接受。再来，如说求衣，就是你去跟人家化缘的这些衣服啊，二十二条啦，二十三条啦，求波衣耳。你跟人家化缘波也是一样，如求衣钵，如是自求种种施履，令非亲理为之作衣。啊，你叫非亲理呢，居士为你呢编织衣服做衣服啊，啊，那这个是限制的，不可以随便叫居士帮我们做衣服的。如果他是非亲理的话，现在为了利益他故呢？因续种种交涉业衣，现在为了利益 人家呢，你也可以接受，乃至呢为众生续种种交涉交涉业衣服，这个有些叫交涉业衣服啊，业衣啊，这指缠绵衣啊，啊，这六七八呢，十一条这些呢。声闻人呢，比丘不可以呢续这些杂也缠绵，这缠丝的衣服呢会伤害众生啊，所以是会有杀生的机险，不可以随便接受的。那这边讲说可以接受，这是为不是为了自己，所以这个解释呢是为了众生或是特殊的原因呢，可是他不可以自己用的。还是不可以用的。诸作卧具，有些卧具啊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啊，这在弘一大师他特别解释，这些有些卧具呢，那你可以特别开远，是各自摆啊。我们本来可以一件呐、啊，两件呐、啊，啊，现在呢，你可以多件的，乃至呢，身色可染百千具子，复过世数。声色，
声色就是这个声金啊，或是呢可以染的，就金银呐、啊，啊，金银钱宝啊，那就是第十八条了，这金钱界了。百千巨子就是百千万亿，这个金银呢、财宝呢，比丘界里面呢是一般是不接受的。这边讲了，为利益众生，他是可以接受；富过世数，就是百千万亿，你都可以接受。这个在金钱界呢，这边讲了，一应取机，就是你可以接受，可以续金银钱宝了，续用了，啊，这样就会跟声闻界冲突了。所以在上这一条界的时候呢，有些法师就问了。那这边不是破比丘戒了吗？所以这个在地持不萨戒啊，或是在其他的经里面呢，在涅槃经也是有讲。涅槃经讲啥？说虽听受续，要须净思笃信贪悦也。净思贪悦。声闻界也有讲净思法，净思法就是这不是我的，不是为我而续用的，衣服不是我的，不是为我自己续用的，金钱不是我的，金钱是为三宝而续用的。声闻界也有讲到，所以这个声闻界跟菩萨界的会通之处，就是你要说净。所以涅槃经也讲啊，你要净思笃信的谈悦，你要说净啊，辗转净、真实净啊，所以在声闻界里面有谈到的，啊，在在家菩萨界也有谈到这些净思、净思的这些谈悦。你养动物啊，养狗、养猫啊，你要净思，这不是我养的，这是我妈妈养的，不是我养的，我代替她养的，啊。所以是别人的，不是你的啊！所以你不可以乱打猫，那乱打狗啊！这个钱不是你的啊，你不可以乱花、啊，这是三宝的啊！衣服不是你的啊，是借来用的、啊，没有一样是我们的、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声闻界跟菩萨界呢要去会通，就是表示我们呢，我们说一步力不可以破另外一步力。一样的道理，一定有会通的地方啊！所以在不同学当中，可是你要说净，你要说净啊！你要找净师主来说净啊，真实净啊，辗转净。所以这个弟子菩萨戒里面讲啊，菩萨呢啊。这个他呢，于一切所续的资具啊，为非净故，就是他还没有清净的缘故，他要续用的时候啊，以清净心舍与十方诸佛菩萨，如比丘将现前衣物舍与恶师等，这个跟这个说净的意思类似，啊，就这不是我的。他要先舍清净心的舍给些诸佛菩萨啦，或是现前的衣物呢，先舍给别人啊，这是不是我的？我现在重新得到了，我说净啊。所以这个在天台金西尊者啊，他在讲啊，在天台中讲经的时候呢，也有讲到这个、啊。说我们呢，有人讲啊，我们有利益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了就用了、啊，何必再说净？这个金西尊者的金西大师他就讲说，如果既非己财啊，
和不任于四海，有意便用和不自负两田呐、啊。你说有利益，你就可以用了。那有利益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呢？交付给这个碑田跟敬田呢、啊？就是布施给师长啊，供养三宝，这是敬田呐、啊。碑田布施给这些贫穷啊，无贫穷的孤儿啊，利益他们呢？你就直接布施就好了、啊。因为有意便用啊，你说这不是我的钱呐、啊？那既然不是我的钱呢，何不任于四海？那你就赶快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去啊，或是随便人家用啊？你为什么把它藏在你的保险柜里面呢？啊，所以实怀他想啊，用必遭迁，忽为己财啊，人为说尽。你实在是怀着他人的想法啊，这不是我的啊，这是别人的啊，那你怎么在用？用必遭迁，就是你用了你就有罪过了。你说别人的吗？你说我都不执着啊，这是别人的，那你用了，那你有没有告诉别人你在用啊？你没有告诉人家，你就盗用了啊。所以你违背说尽的法，故知呢不说尽人呢，身乖佛智啊，两圣不赦，三根不收啊。所以你这个啊，天台讲法华跟涅槃呢，这些都有讲到说尽的时候，你说不说尽，你就身乖佛智，大圣的戒、菩萨戒你也犯。你说利益众生没有啊？你没有利益众生啊？啊，小圣的戒你也犯，声闻戒你也犯呐、啊。你怎么可以随便收受这个衣钵金银钱宝啊？你续存的方法不对啊！啊，所以两圣不赦，就是大小两圣呢，你都犯了啊！三根不收，你到底是上根、中根、下根啊？我都搞不清楚啊，就是。我们应该有一个依据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在资门警训也谈到，大小两圣呢，通明净法都有说尽的是法啊。我们呢，这个要了解啊。所以这边弘一大师就讲啊，啊，这些包括看起来有大概有十一条戒不共学，就是关于这衣钵卧具啊、金银这些呢有不共学的地方。但是你要说尽这些大圣小圣的戒呢，有些相关于看起来是遮罪啊，可是相关于性罪，就是你会去贪染它，贪染衣服，贪染金钱，那就变成性罪了，就是你贪了。本来遮罪是积嫌戒啊，人家积嫌我们拿钱，积嫌我们衣服太多了，是积嫌戒啊。但是性罪就是你贪呐、啊，六群比丘就贪衣服啦、啊，白烂陀比丘就贪衣服啦、啊，贪钱呐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呢看起来有些是遮罪，你不要变成自己的性罪了。所以为什么说你要说尽或是要遮我们的贪心？这以后都是三宝的，这都不是我的衣服、钵。钱财常常要损减，常常要用无我观、啊、无我想。所以你在持戒当中呢，事实上也是在修无我观，这不是我的啊。你持守这个戒，受续这个东西，不要常常有意就布施了啊，人家要印经啊，人家要啊慈善啊，啊，那我们就布施了啊，盖寺院啊，我们就布施了。这个心常常要去对治啊，啊，不是都放着啊，啊，我要养老啊，啊，我要去啊，没被瞎回啊，啊啊，还要瞎回啊，啊啊，怕呢老了没有钱，啊，但你用得回啊去啊，啊，听过吧？
我们被人家倒会倒了哈、啊，为什么会倒会？啊，因为我写了太多会了，不是呢，就变成呢越积越多了，啊，所以这里就是要去会通它。所以如是等中少是少业少希望住制止遮罪，菩萨不依与声闻共学。所以看起来遮罪有些呢不以共学的地方，但是你要注意这些点，因为这些在啊，就在讲这些戒法的时候，弘一大师啦、清溪大师啊这些呢，莲池大师啊这些都会讲到这个啊，就要注意这里呢要会通。好，所以有不共学的遮罪啊，所以在戒相里面呢，我们就要去注意了。再看安住境界律以菩萨，于利他中怀嫌恨心，怀慧恼心，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是名有伴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患。也说刚才那些戒相啊，其实是要少是少业少希望住的啊，衣钵卧具啦，啊，金钱呐、啊、这些呢，啊，化缘的事情呢，你少做了啊，不要去拿啦。可是呢，菩萨呢，为了利他，他是可以善巧方便的说尽呢，来续存为了众生的，因为要利他。结果你没有。你是怀嫌恨心、慧恼心，你不愿意利他，不愿意续存，这样我们反而犯了菩萨戒，是染尾犯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反而犯菩萨戒这边的遮罪。啊、哦，若有懒惰怠念、懒惰懈怠啊、哦，这个妄念无忌之心。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非染尾犯。好，那这个是遮罪的部分，有不共学的地方啊。再来看性罪根恶，性罪不共戒。心一总标应有，这是第九条了。第八条跟第九条都比较特殊的啊。第九条总标应有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，善权方便，为利他故，于诸性罪少分现行，有是因缘，以菩萨戒无所违犯，生多功德。性罪，这边就直接讲了，前面已经跟你讲了，性罪跟遮罪原则上，菩萨戒跟比丘戒呢，啊，是一样的，都要同治同学。那有不一样的，刚才已经讲了，遮罪有不一样的第三篇的一些戒相。性罪也有不一样的，就在这边讲了。啊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因缘呢，安住菩萨境界因律矣呢，那我们善权方便，为利他故，这时候呢，有特别的一些善巧方便，要利益众生。那这些利益众生呢，恰好跟性罪有关，杀盗淫妄。那这个杀盗淫妄呢，诸性罪呢，少分现行。这个少分现行啊，是不是全部的正式的以为说所有的性罪啊？我通通是开源的，这边少分现行就是
只可以少分特殊的因缘，特殊的众生而来开缘这个性罪，不是所有的性罪我们都开缘，而是特殊的时机、特殊的因缘才开缘，这叫少分，才开缘性罪。那这个也是呢，我们说这个也是呢，菩萨有这个方便智，有方便的甚智，所以在《摄大圣论》里面他讲啊，若菩萨有此方便甚智，他有得到这个方便甚智，行杀生等事无染浊的过失，生无量的福德。也就是说他方便殊胜的智慧，就是指他得到这无分别智了，他证这个无生法忍了。我们讲登地菩萨以上啊，不是我们初发心的凡夫菩萨能够做的啊。所以这条件呢，性罪开缘，一般指呢登地菩萨呢，他烦恼不现行的故，所以他已经有这个方便的，他已经得到无分别智、无生法忍了，他才可以呢，知道特殊的因缘、特殊的时间呢，他要利益众生，他开这个善巧方便。一般我们凡夫众生呢，我们还有贪嗔痴在现行呢，我们的智慧观不到那么深的，我们去杀盗淫妄也会起贪嗔痴的。你只要起贪嗔痴，就一定是有恶报的。不像证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他已经呢不会了，他通通只有利益众生而已。所以在《维摩诘经》讲啊，有慧方便解啊，无慧方便福啊，就指这个登地菩萨呢，他有这个方便甚至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解呀、啊，有智慧方便可以解开呢，众生的烦恼呢，利益众生的啊。那他解开的方法很特殊，只有这个菩萨知道而已。所以由是因缘呢，以菩萨戒无所违犯。我们看起来他是杀盗淫妄，可是这个菩萨他没有犯啊，生多功德。我们看呢，那个什么，济公、济癫大师啊，喝酒啦、吃肉啦、杀生啊、杀鸽子啊来吃啊，你看他杀生吗？或者我们看这个蓝犬斩猫啊，你看他杀生吗？事实上，这些菩萨呢，他没有这个心呢、他在救这些众生呢、所以生多功德。我们举出这个开远的因缘，所以心恶别名开远，就特别呢说出来他哪边开远。第一个人一开杀生。那下面这个第九条啊，这个地持菩萨戒呢，他就省略过了。这个善生经、优菩萨戒经呢，也根本不会讲到这么深的。地持菩萨戒其实是跟瑜伽菩萨戒是相同的。那这个昙摩谶尊者他就不翻这条戒，他就开远性罪众生这条戒不翻，因为他很早就传过来了，要等到佛法比较盛行了以后呢，玄奘大师呢才翻译这一条啊。这时候解释的话，大家比较容易懂了啊，否则呢刚传来呢，杀盗淫妄都可以开远，这下很麻烦了啊。我们看可以开远杀生。为汝菩萨见恶贼解，恶贼盗贼啊，恶贼
二节一节，为贪财故，欲杀多生。祸欲就是他要杀生了，看到这些盗贼了，或是要抢劫了，那他要杀很多众生，或是要祸护欲害呢大德声闻独觉菩萨，或是要害这些圣人，害我们的师长啊，杀这些呢和尚阿舍离啦，或是要杀这些呢声闻啊，比丘比丘尼啊，或是要杀圣人的独觉啦菩萨啦。祸福欲造多无间业，就是他呢无间业，包括忤逆罪，杀父杀母杀罗汉啊，出口生血破合身啊，无间罪业啊，无间罪业呢在地藏经里面讲很清楚啊，他呢趋果无间，第一个趋果无间，他命中一定升到阿比地狱啊，不会他生，不会再下一辈子，就是这一辈子马上就下地狱了，趋果无间。第二个受苦无间，他受苦呢一直受苦，不会间断的，没有一丝一毫间断让他喘一口气的机会，没有，受苦无间。第三时间无间，就是没有刹那休息。第四命根无间，他死后马上活过来啊，他堕入地狱呢啊，被呢油锅啊，被刀枪啊啊，被斩首啊，死掉马上回来啊，马上随死随生，所以他命根不会间断。行法无间，就是他受行啊啊无间断，所谓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啊，在地藏经讲啊，他受死行的时候呢，遍布呢啊全部啊，他的行法呢没有间断的，所以这个是呢非常的痛苦啊，所以无间地狱呢，所谓的那罗家啊，就无间地狱、啊。好，我们看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众生呢，他要杀生了，而且要堕入无间地狱，造那么多业了。见事是以发心思维，这个菩萨呢，他就发心思维，他就想啊，我若断彼恶众生密，堕那罗家，我现在呢？要做救这些众生呢，我一定要杀害这个盗贼啊！杀害盗贼，我杀生，我一定会堕地狱。这那罗叫做地狱。如其不断，我如果不杀害这个众生呢，盗贼啊，无间业尘，当受大苦。那这个盗贼以后他堕入无间地狱当中呢，他会受很大的苦恼。怎么办呢？我令杀彼堕那罗家，还是我杀害他呢？我自己堕入地狱好了，终不令其受无间苦，不要让这个盗贼呢，他犯了这个无间罪业呢，受到地狱的啊这个无量重苦啊。所以他这个菩萨呢，他这个悲悯心，而且很智慧的去观察到。这个众生呢，他要造恶业，那我要先把他的恶因呢，要先把他停止，否则他会受苦报。所以他就这样想啊，如是菩萨亦乐思维，以彼众生，或以善心，或无忌心，知此是矣。那这个。与彼众生就对这个盗贼，对这个盗贼呢，或以善心，善心就是用他的定力，啊，就是用他的智慧跟慈悲啦，智慧跟慈悲呢，啊，或是无忌心，无忌心就是以他的神通力了，他的禅定神通力了，
神通这个是禅定力，它是无记的，或是无记心，也可以讲它观这个一切法空，观这个因缘性空，啊，它是个空观心，所以它用这个心呢去观照，有慈悲又有智慧，而且呢又有空观心，还有神通力来观照这件事情。知此是以，啊。知此是以为当来故，为当来故就是指将来。他呢有这个他心智，知道呢自己造恶业了呢，要杀生了，将来他会堕地狱，深深惭愧，以怜悯心而断彼命。他感到很惭愧，只有这个办法呢，才有办法救护众生。但这个办法呢，却是我要去呢杀人。这个是何其可悲啊！啊，我如果不杀害他，结果会一堆人呢被他杀害，被盗贼杀害，又堕地狱了。这件事情是太悲痛了，非常惭愧呢。啊，没办法，一定要下这个啊决定了，所以他就杀这个众生，杀这个盗贼。所以杀这个盗贼呢，是以这个。慈悲的心，怜悯的心，啊，因为他这样的思维呢，根本不是啊无缘无故要杀害这个盗贼的啊，所以他呢没有损害嗔恚的心，他起这个深深悲悯要饶益这个盗贼的心呢，啊，来断他的生命。由是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犯，生多功德。那这是后面呢判断的语句啊，我们后面判断呢是这个菩萨他没有犯戒，是约四相的道理而言。可是约菩萨当事者来看呢，当事者他要杀盗贼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这个是有功德的。我们凡夫才会想啊，啊，他一点都不会想到说这是有功德的。他想我要下地狱了，还有什么功德？我杀人了就要受报了，杀生一定会受报的，因果业报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他没有一点呢有功德的心，那只是慈悲跟怜悯的心而已。所以是后面我们在判决这个戒相的时候呢，才讲说他没有犯戒，所以也是约呢圣位菩萨啊而言呢 啊。所以菩萨戒他没有违犯。我们前面在讲这个色善法戒呢，有六心观察，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有没有呢、哦、真正的利益众生、哦、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观照的心呢、啊、有没有呢勇猛精进的心，有没有轻蔑的心，有没有懈怠懒惰复辟，或是有贪啊贪嗔痴随烦恼的心呢、啊啊、你要去观察我们的心呢，到底是不是有哪个心所去起现行，这心所起现行呢就不对了，所以就不是真正为利益众生了。你贪嗔痴杀盗淫妄，你那个心所显现不对的时候，就是会造业了。这个只有圣位菩萨呢，他有办法呢，知道呢，我的心所呢，通通是没有落入这个烦恼的心所。我们凡夫菩萨呢，我们只要好好检查我们的心所啊，哇，都有烦恼，都有维系的跟贪嗔痴相应的烦恼啊，所以这里就是呢，指圣位菩萨他才去杀害众生呢、啊。啊、所以这个在清净比尼方广经里面他有讲到，这个天子问啊，问卢尊菩萨，他说啊，有没有呢毁戒
又名斯罗波罗蜜，看起来是破戒了，可是又名斯罗波罗蜜。文殊菩萨就回答说，有，若菩萨来多益多饶益一切众生，不自观戒，如是毁戒，名斯罗波罗蜜。啊，他为了利益众生呢，啊，不自观戒就是指呢，他会呢做了跟戒相呢违背的事情了，来犯戒了。可是他是利益众生，就是这边的杀盗淫妄，他这样还是成就斯罗波罗蜜。嗯，当然了，约声闻戒来看呢，比如说我们照顾病人，那我们慈悲心没有杀心，那不小心呢致于死，致他而死啊，这个也不犯啊，也不犯。那这个是当然约声闻戒来看呢，可是这边是约菩萨戒呢，啊，来鉴别的，所以这个。在宋朝啊，元嘉年间，求那跋摩他当时在这个蛇婆国啊弘法的时候啊，他当国师啊，国王呢遇到这个邻国的军队呢来攻打，他就请问国师啊，求那跋摩说，现在怎么办啊，我准备战争了，否则我们呢，啊，这个人民会被他杀害。可是，一战争我们也会杀伤很多，但是不抵抗，我们国家就亡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求那跋摩就回答，他说：“暴虐的敌人啊，既然来了，唯一的办法我们就是要抵抗。你还是要兴兵跟他打仗了。”不过我们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呢，不要轻易生出我要杀伤很多敌人的念头，我们要以慈悲怜悯的心呢来对待他啊。所以一般有些战胜的他就会屠城啦， 这个抢劫啦，或是呢这个邪淫呢啊，杀害啦，淫欲呢，种种的呢，把整个城市呢都灭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国王呢听到呢，求那跋摩这样跟他讲啊，就领兵作战，后来呢胜利了，啊，后来胜利了。就像在《正压案经》里面也有讲到，波斯匿王呢有一天对佛呢报告啊，说呢。昨天晚上啊，我们这个国家有盗贼了啊，起来作乱。我昨天晚上领兵呢讨伐盗贼，把他捉住了，很欢喜啊。所以今天特来拜见世尊呐 那个我昨天晚上如果没有呢啊领兵呢作战呐、啊，把盗贼呢剿匪了。我们国家就不安宁了，啊！这《案经》呢，佛怎么说啊？佛没有呵斥呢，你说你跟盗贼打仗，一定会有杀伤的事情啊。世尊只有讲说，是的，如国王所说啊，如果你没有呢，啊，没有这样子做，国家会不安。他没有呢。啊，责备反而称赞波斯匿王，所以就是说呢，菩萨呢，他是看到要利益众生，他才做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这杀盗淫妄的这个开源呢，啊，在古德讲呢，都说呢，这要特别呢注意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向下文场会员来自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